好，现在是会议还没开始，好，所以现在是会议开始前的沟通啦，哎，现在是会议开始前的沟通，你要台上问嘛？是，先啊，我们就是要求先公听啊。我们是诉求要先公听会，不是要先询答。哦，你一开始询答就已经没有公听会啦，就在审查啦。对啊，什么先发言？啊，先发言下去就没有公听会啦。我们要先公听会，听取专家学者、消费者各团体的意见，啊，之后来审查。啊，你，我都跟你讲，我要求先开公听会，啊，再审查啦。啊，程序啊，差不多这啦，无啊，久啦。好，那我招委啊，那我就先不先开公听会，对吧？你们下礼拜排公听会就好了。没啊，今天你要出委员会啊，我们排公听会就变成虚的啊，对吧？先公听会再审查啦。先询答。先公听再询答，这样子。啊，那啦，程序的差异而已啦。好啊。啊！你们都不开公听会啊！啊，你都不给专家学者表达意见啊！你要进何时？大家有食安疑虑、食安风险，啊，为什么不开公听会？啊，就要积极审查，要出委员会，那么急啊！你们一定会过的啦，你们一定会让他进口，我们知道。但是我们只是要程序说，哎，让专家学者、消费团体、家长团体都来表达意见，再审查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呢。啊，你们不敢开公听会，算什么执政党啊？你为什么不敢开公听会？为什么？执政党不敢开公听会，不敢让专家学者来发言。啊，我们就不希望他进来，我自己会去排哦。啊，对不？啊，对，黑棍是被禁止的啦，啊，你是被禁靠的。但是我们要求是说要开公听会啦。排什么？排帮你排巡打哦。